听到蛐蛐了不咋？成了我妹了。跟兄弟不能回去啊。嗯，这全是人，人没成，中国人还小吗？是无趣的。帮正常吃又好。今天早上我还吃无锡小笼馒头，里向一包汤汁，里向个肉馅子对伐，海带香鱼。吃的吧，老有弹性的。搿家无锡的小笼馒头配料老清爽的，味道也老符合阿拉屋里向的口味。一包300克，有12只小笼馒头，性价比价钱高，陪了屋里向当早餐、当点心、当夜宵，侪老好的。吃的辰光勿需要加冻，直接放辣盒子里向蒸10分钟，蒸好再焖1分钟，老好的。今朝的视频就到搿搭结束，谢谢大家观看。